Hello，大家晚上好，都吃了饭了吗？还是在做菜？应该都吃了吧？OK，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 topic 啊。女人呢，其实哈，女人很多东西都不怕的，女人很勇敢的，女人是很梗的，其实很耐痛的，女人其实都不怕痛。不怕死，可是呢，只怕老，是吗？认同吗？女人都怕老啊，所以呢，你看啊，一般上那些 skin care 啊、美容啊、瘦身啊，只要是跟美的有关系到哦，女人都会买的。所以呢，人家都讲女人的钱很好赚，其实有她的原因哦。其实我自己也很认同呐。以前呢，当你比较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呢，Madam Wong 吃饱饭了吗？Madam Wong，我们有时候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啊，Madam Wong，哦，Madam Wong，我们年纪比较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哪里有想到什么叫保养，什么叫skin care，什么叫那个涂脸啊那些，我们哪里懂呢？那时候皮肤很漂亮吗？哪里有想过要去投资在我们的皮肤啊，是当年纪比较大了，开始有一些皱纹啊、斑啊、皮肤干啊那些开始有这些状况了啊，我们才开始很紧张哦，要去找这些产品了哈。所以呢，你看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啊，像小孩子啊，6岁呀、7岁那时候，你看他皮肤很漂亮呢，一般上小孩子啊，他们皮肤是很漂亮的，上到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啊，那时候就开始看到皮肤很多那些皱纹了啦。70岁的人的皮肤呢，跟20岁的人就很大分别了咯。所以呢，所以现在就要讲哦，那你要，你到50岁的时候啊，你要老样子呢，还是要样子老？那 OK。啊，一般上我们当然就是要老样子啦，我们不想样子老的嘛。OK，所以什么东西会导致到皮肤哦，会老化，会导致到皮肤没有那个亮度啊？有一些因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自然老化咯，自然老化是一个我们不能够预防的，可是呢，我们可以gracefully aging。Gracefully 就是可以很漂亮的老化啊，有听过吗？Age gracefully，所以呢，有些人就讲女人呢、像红酒那样，年纪越大，它的那个味道越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样吗？哦，所以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的女人啊，有品质的。所以呢，刚才就讲自然老化，这个是我们不能够预防的啊，因为年龄嘛。所以讲岁月不等人呐，所以年纪咯，年龄我们每天都在长大的，每天都在越来越老的。所以呢，另外一个是光老化。什么是光老化？太阳呐，尤其是我们住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太阳就晒的去晒太阳的话就特别伤哦，因为太阳是跟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很靠近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光老化会导致到我们皮肤比较快老化。然后比较容易受伤，因为被晒伤嘛，所以就受伤。还有呢，这些 UV lighting，我们每天坐在 office 啊，坐在家里呀、我们都是exposed to 这些 lighting 的，所以这些 lighting 其实对皮肤也不是很好。有些人呢，每天去 office 上班，他去 office 上班没有晒太阳的哦，因为他是早上一大早进到 office，傍晚6点多7点才回家。他哪里有晒到太阳？可是呢，为什么他脸会长斑那些呢？就是因为这些 office lighting 晒到的咯。皮肤干燥的话，再晒了这些 lighting 就导致到很容易生斑咯，因为皮肤干嘛，干燥。还有呢，电话，我们的这 smartphone 啊，iPad 啊，常常用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这边压压压，我们的皮肤其实跟它是很靠近的，所以呢，就是会有这个UV lighting 也是会影响到皮肤。还有电脑啊。冷气也很坏，因为冷气会弄到我们皮肤很干嘛。因为假如说你放一杯水哦，在冷气房那、你会发觉到那杯水哦，它的水会越来越少的哦，就是那冷气会吸它的水吗？所以呢，你在冷气房里面哦，冷气也是在吸你的水呀、所以呢，皮肤的水下降的话，你的皮肤的短也是少掉了咯。所以呢，要喝多点水。还有
啊，现在 MCO 很多人在家做蛋糕是吗？做烹饪啊？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来做烹饪？是用 oven 吗？其实你知道吗？你常常在 oven 那边啊，烧下也很伤皮肤的啊，烘下皮肤啊，都不像那蛋糕那样。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哦，其实做烹饪呢也是很伤皮肤的，因为那个 oven 的它那个热度啊。啊，会伤到皮肤的，哎，这个东西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所以呢，现在就让大家知道，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自然老化跟光老化，啊，就加速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然后呢，皮肤合成水的能力呢就下降了咯，所以它就不能够锁水了嘛，然后皮肤的那个颜色就皮肤啊就开始发炎。就会导致皮肤失去弹性，流失水分，那皮肤色就变成暗淡。然后其实呢，我们身边都很多朋友都有去喝这些叫胶原蛋白啊，因为胶原蛋白喝下去，给皮肤啊比较短一短，皮肤比较亮丽，比较分明，比较紧实嘛。然后也很多朋友啊，都是投资在很多那些 skincare 啊，像 Colina 每天都在这边 Facebook 洗脸，怎么洗脸呢？因为那个 Bio 洗一下，让你皮肤会保湿，然后会给它提拉提，不要给它掉下来啊。这些像我每天用的这个 Ampoules 啊，不要给皮肤跌下来呀啊，这支东西啊很强啊，你涂在脸上啊，你的皮肤啊都会提拉上去，你涂在胸部都会提拉上去，这个就是它功能哈。然后，假如说你只是单单喝胶原蛋白呀、啊，用这些 skincare 啊，会够吗？其实不够咯。你真的要有一个很美的皮肤啊，你当然要做多一点功夫，要下一点多一点功夫啦。所以呢，要做些什么呢？啊，要补充营养，补充对的营养在你的皮肤，还有补水保湿，一定要保湿，因为保湿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整个 MPO 这个系列哦，它就是要帮忙皮肤。保湿是很重要的，它要去 lock in 那个 moisture，还有要隔离防晒，不要每天去晒太阳暴晒啊，那个是很伤的咯。啊，这些东西有做到很足的话呢，其实皮肤就会很漂亮。然后呢，你再加了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啊，它这个有 extra 功能，它这个不只是胶原蛋白，它里面还有 extra 的功能哦，这个是叫 Magnifique，它里面就是有 extra 功能，你看它盒子这样亮哦，所以呢，你喝到来哦，皮肤也是像这个盒子这样亮亮光光的啊，所以这个 Magnifique 哦，它里面有什么那么特别哈、哦？刚才就讲到我们的皮肤需要有营养，需要有补水、隔离防晒。它全部都做得到，它有这些全部里面的功能哦，这个三个功能，所以它不只单单只是一个胶原蛋白，它还有多过，它有比较多功能哦。所以呢，它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成分哦？有三个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胶原蛋白生态啊，生态。为什么是胶原蛋白生态呢？因为呢，它的成分啊，是高浓度、高纯度啊，它是高浓度、高纯度的哦。这个胶原蛋白生态是说它是小、很小的分子。为什么要很小分子呢？很小分子，所以你喝进去身体里面哦，这一包啊，这一个东西你喝进去身体里面，1块钱的胶原蛋白，你就是吸收1块钱了。有一些我们去外面市场看到那些 collagen 啊，它的成分很大。很大又怎么样呢？很大也不代表说你的身体一定能够吸收到完，所以呢，这个成分它是够小、高纯度、高浓度，所以你喝进去呢就吸完全部好的成分啊！谢谢 Madam Wong，Madam Wong 的皮肤就是很漂亮哦，你们看到 Madam Wong 喜欢啊，你们真的是看不出她的年龄哦。她的年龄真的是跟她的真人啊，哇，差别很多，因为她保养得很好，所以呢，她去洗脸的时候啊，因为 Madam Wong 她是有用我们的 Bio Skin Care，还有喝我们的 Magnifique 啊，用我们的全部产品，所以呢，那些人看她那个 Beautician 哦，她帮 Madam Wong 洗脸哦，她说哇，你的皮肤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因为呢，Madam Wong 是用 Bio，还有用 Magnifique。所以呢，它皮肤的这个 texture 啊，很不一样。所以一般上大家看到 BE International 的这些领袖啊，有用 BE 产品的人哦，皮肤亮度
真的是跟一般上的人的皮肤用其他产品呢很不一样，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去 observe，不要听我讲罢了，你们去看看那些有做 BE 的那些 BE 领袖Teresa 进来了，Teresa 你好吗？Teresa，Teresa 现在就讲这个 Magnifique OK，还有呢，这个刚才就讲到 collagen peptide 就是胶原蛋白生态高纯度高浓度哦，超小分子。喝到进去身体里面，我们的细胞就吸收到完所以这是很超值的哈。所以呢，它另外一个这个胶原蛋白生态的功能呢，就是要帮忙我们皮肤分泌紧实，给它紧紧的，不要给它松掉，因为当你皮肤松掉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下垂，所以要给它紧了。所以为什么有运动的人哦，你看他们的 muscle 紧紧的、硬硬的，因为它分泌嘛，所以你 muscle 就紧紧的咯，而不是那种老的咯，不是这种暖暖的咯，所以有运动的人，你看皮肤是很紧的，很结实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给我们皮肤很结实、紧紧的，不是这种松下会跌下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给它分泌，还有减少皱纹哦，因为当你皮肤紧了过后它的那个线就变成不明显了，那个线条就不明显，因为皮肤很紧，像我们的。你看我们的 muscle，假如说我的 muscle 是那种老老的，我的 muscle 是软软的、皱皱的假如说假如说你是这样软软皱皱的它就很多很多那个皱皱的皮肤了咯。假如说你是紧紧的哦，你看它是硬硬的嘞所以你的皱纹就看不到了咯。所以呢，它这个就是它给你 firming，还有它里面有植物神经酰胺 phytoceramide 美女贡献 Ken 这个美女也是喝胶原蛋白的，所以你看她皮肤很漂亮，越喝越美。这个美女也是喝这个产品的，所以这个 phytoceramide 呢是帮忙补水。一般上我们看外面市场上卖的胶原蛋白哦，没有看到他们是有些是有补水的啦。这个 Magnifique 呢，它就是有这个补水的功能，所以你看有喝胶原、有喝这个 Magnifique 的人哦，皮肤都是亮亮的。哎，Margaret 是我的同学。哎，Margaret 你好，好久不见，Margaret 很想念你了嘞。哇，这边全部朋友都很有一些真的是很久没有见了，Tracy 也是很久没有见了哎，很开心你们进来看呢。现在就讲到补水哦，这个胶原蛋白呢，它就是有这个补水的功能。一般上不是每一个胶原蛋白呢。都有这个补水的功能，所以要给它补水哦，好让呢你皮肤呢就不会干燥咯。所以它这个补水的能力就是要增强皮肤保湿的功能，减少皮肤干燥。当你皮肤不干的时候，皱纹就不容易出来；当你的皮肤能够保湿的时候，皮肤就不容易干燥咯。所以呢，它其实都是 interrelated 的。它里面还有两个很特别的成分，就是迷迭香和葡萄柚萃取物。迷迭香是 rosemary，所以我们都知道中医师都很建议说女人吃 rosemary，因为 rosemary 其实对女人的健康是非常好的。And then 还有这个 grapefruit extract，它是用 extract 哦，所以呢，它是用那些里面的精髓，它里面的 essence 它是 extract 出来的。这个两个成分呢是有临床验证，有帮忙隔离防晒，所以呢有临床验证所以这个两个它是可以帮忙。看紫外线，UV，看紫外线是等于一个 sunblock，所以我很常就讲哦，你喝这个 Magnifique 下去，它就是等于一个 sunblock。我们的 sunblock 一般上我们的那个BO 的 sunblock，我们是来涂脸哦，你来涂唇身吗？没有哦，我们都是来涂脸罢了诶。所以呢，还有这些我们这些 ampoules 我们有涂唇身吗？没有，一般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们的脸重要吗？脸就这一个，然后见人时候就是这第一个脸，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买 skincare，第一个东西就是涂我们的脸。那我们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就用这个 Magnifique 来保护咯。你 Magnifique 喝下去，从头到脚，它就是照顾我们的皮肤。所以呢，我很常就讲这个 Magnifique 哦，就是可以喝的防晒膏哎，没登高，没登高，我很想念你，我很久没过去你那边了哎。几时开？你那边几时开？过去找你。OK，刚才就讲到它里面的成分这些成分都有临床验证了。临床验证呢，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可以有效的提高皮肤紧实度，达到85%，有效的减少皱纹，达到75%。还有这个它这个保湿功能它其实是用麦的那个成麦的保护层来做这个。
Magnifique 的，所以它其实是很 natural ingredient 的，有效提高皮肤的保湿功能达到两倍，可以有效的减少皮肤干燥达到两倍。还有它这个葡萄柚跟迷迭香呢，这两个成分是从西班牙来的，而且是从一个很 selected 的一个 orchard，我们是从那边拿到 supply 的，不是随随便便去找 manufacturer 有卖这些葡萄柚的才跟他们拿，不是，这家我们 BE 是有跟这个特别的这个。Orchard 这些owner 哦，跟他们有做这个contract 啊，就是要拿到他们的那边的 supply，因为他们的那个 fruit 的 quality 比较好。然后，而且这个葡萄柚跟这个rosemary 哦，就是 grapefruit 跟 rosemary 这个迷迭香，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哦，是有经过超过10年的这个研究，可以帮忙抗老化。所以呢，假如说你有把 Magnifique 喝下去，我们身体里面哦，就是这个好东西啊，喝下去身体哦，其实呢，可以帮忙我们那个照顾我们的皮肤啊。假如说你有去晒太阳啊，暴晒呀、啊，在25个小时里面，还有喝这个 Magnifique 哦，它其实呢就是可以帮忙我们抗炎，就是 anti-inflammatory，还有帮忙 protect 我们的 DNA 哦。所以呢，DNA 因为皮肤晒到啊。它里面就开始发炎哦，然后皮肤就会受伤嘛。皮肤受伤了过后呢，它的 DNA 就开始不好了咯。所以这个 Magnifique 喝下去，它其实还会保护到我们的 DNA，所以它非常的特别。然后很多人喝了，其实很多我们也很多那些 testimonials 啊，不要只听我讲，其实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见证，喝了真的是有很好的效果。其实我本身以前我。也是有喝其他 brand 的 collagen，为什么我会换去喝 Magnifique 呢？第一，也是因为我做 BE，当然我是 support BE 的产品啦。可是呢，我当然也不是因为单单因为它，因为是做 PE，BE 才 support 它，也是因为它成分真的是很好，我有去做对比的。因为我之前喝的那个 collagen 呢，它的那个 collagen 价钱比较高，可是呢，它来的功能没有达到 Magnifique 这么强，所以呢，Magnifique 它价钱其实很合理。假如说你跟其他的 brand 啊，你来对比的话啦，你要跟它比它那个 ingredient 的 quality，你不要只比价钱哦，你要去看它的 ingredient 啊，clinical study 那些哈、哦，你才会发觉到哇，其实 Magnifique 真的是很超值的。它什么东西那么特别？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功能哦，除了可以提高皮肤的紧实度，粉饼一般上 collagen 都有这些功能啊，粉饼啊，减少皱纹啊，保湿功能啊，它就是有保湿的功能，不是每一个 collagen 你喝到啊，它会有保湿功能。你看，所以你看，一般上有喝 Magnifique 的人，皮肤是会有这种亮度的啊，有亮亮的啊，有其他的 collagen，你看到他们喝哦，是喝了很白罢了，很白罢了，可是皮肤不会亮亮的。然后减少皮肤干燥，抗紫外线啊！我很喜欢 Magnifique，就是因为它是等于一个 sunblock you can drink，你喝进去就是全身就是 sunblock 保护着你啊！所以我也是有朋友呢，不能够涂 sunblock，因为他们很敏感，他很敏感涂 sunblock，所以呢他就喝 Magnifique 啊，这个就是等于他的 sunblock，而且喝了还漂亮。然后还有帮忙抗紫外线啊，这个就是 Magnifique 很特别的地方哦，不是每一个collagen 在市场上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你看到外面市场上一些 collagen 啊，可能它卖的比较便宜啊，它没有这么多功能哦。然后一般上有一些 collagen 没有达到那么多 Benefit，可是价钱还比较贵，又没有达到这个 Benefit，你不如就是喝 Magnifique 咯，又好喝，我很常把它当做是 fruit juice 来喝，而且又帮忙抗炎，可以保可以。啊，它可以到 DNA 的保护，可以帮忙紧实啊，给你亮丽，皮肤不会这么老化。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些，你做 BE 啊，我们成为 BE 的会员哦，有这些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拿到会员价，而且呢，你 fight 上 ambassador 的话，你吃的产品用的产品呢，又可以用到比较便宜，然后呢，还有很多 benefits 啊，我们背后。BE 这些其实这些产品好哦，公司背后也是有很好的一个 marketing plan。所以，假如说你还是不是很了解 BE 的背后有什么 marketing plan，为什么每天呢很多人做 BE，Facebook Live 啊喊 BE，BE 做 BE，BE 六大支柱
去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热爱做 BE 哈，因为除了产品好，这些都是顶尖的产品哦，都是有 patent 的啊，都是有它的科技，很特别的科技，它都是用 natural 的 food 来通过科技来 improve 它的 formula，喝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更好的效果。这个是 BE 它的一个最在追求着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假如说你是 Flight 上的 Ambassador，你还有免费产品用，你还有免费的五星级旅行，还有 Birthday Surprise 哦，我们每一个 IBO 都有 Birthday Surprise，所以呢，假如说这个月是你的生日啊，快快 log in 你的 BE to you apps 啊，check 一下你的 Birthday Surprise 是什么其实做 BE 有很多好处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做得很开心？Benefit 很好喝，所以呢，我本身都很喜欢，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每次怎样喝我的 Benefit 哈。我有时候会把它掺许多多来喝啦，大家都懂许多多是什么哈？许多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卖的产品，这个 Benefit 我就把它剪掉，然后你一倒下去嘞。你就会嗅到，哇，很香很香。它都是 rosemary 呀、那个 grapefruit 的味道啊。然后有一些人讲，为什么你这个 Benefit 哦，搅了过后，我下面有很多那种一粒一粒的，因为呢，这些都是 natural 的 ingredients，我们都是用真正的水果来做的，不是用那些什么它的什么concentrate 啊来做的。谢谢 Madam Wong，Madam Wong 也是产品，也是用量很好，产品用得很好哦。现在也是在 BE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袖，不断的在学习，而且呢还拿到免费旅行。Madam Wong 其实我们下个月原本是去 Osaka 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 COVID-19 哦，所以呢我们的 Osaka trip 被 postpone，反正还是会去的。我们现在 flight Turkey 了，所以呢一次过 flight 咯，所以这个就是。Benefit，你泡一杯水。非常好，你看它下面有很多 fiber 哦，这些下面 fiber 呢都是 fruit 来的，都是从 natural fruit 来的。所以呢，大家一起做 BE 的话，可以用产品用得很开心，然后彼此分享。然后呢，在我进入系统的话，其实可以学到很多那些保健的知识。等一下8点也是有一个 Zoom，今晚就会讲到 Shiruto 就是免疫维生素，免疫维生素，还有会讲到我们的 BE 的它那个system 的 education 的一些知识，怎样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是咯，美的我很好喝，非常喜欢，每天都会记得喝的，因为太好喝了，你不能不也不能不要喝的。还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做 BE 的，很多的好处啦，可以用产品啊，免费用产品啊，有免费旅行啊，免费课程啊，学东西呀、文化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 Zoom 啦，鼓励大家多一点进来看看 Zoom 学习，学习一下也是自己的。像我以前我去读 MBA，我的 lecturer 就讲。这些 MBA 你读一下都是自己的，Nobody can take away from you。你学一下是自己的，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知识。所以呢，多多学习对自己是有帮助，因为其实在 BE 里面的课程呢，都是帮助每一个人成长的。所以呢，等一下8点要记得进来 Zoom 嘛，好，OK，这边有谁？Madam Wong 喜欢，Madam Wong 喜欢一定准时会进的，Madam Wong 喜欢180会进的。Tresa，鼓励你进来 Zoom 啊，Madam Gong 美女，Margaret，哎呦，Margaret 很久不见，Margaret 记得每天水果都要吃哦。Helen，Anna，嗨，大家好，OK，等一下8点进去 Zoom 啦。我的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啦，希望这个分享帮助到大家。要有需要更加了解他的 marketing plan，就快快 PM 我给我让我比较仔细的跟你分享了哈。OK，拜拜。